一二三，坐在最佳位置，对，最佳角度，最高，直接拍到那一个。画面放大了，那个主景啊，前面那个嘴巴。你们要拍照的赶快哦，动作快一点哦。虽然是末班船哈，但是也有时间哈。拿过来，你不要拍，拿过来。你儿子说王后还要拍。对。那个是用录影的吧，你照一照再拍一次，来，然后再拍。你就是做一下。这个好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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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左右两旁的贵宾把我手换到栏杆里面来，左右两旁，你个手大些嘞，慢慢开了，你前面来可以继续拍，要慢慢开了，前面来到，对呀，小心哦，小心哦，太高了，不好意思。没有，顶多你的头发不见而已。干，不要扯头发，我们还是好朋友。先开流。对。太高了，太高了。好船头的贵宾抬头往上面看，一个前台湾省第二大的鸟巢。这个鸟巢呢，比我们家的自用轿车的轮胎还大。抬头往上面看哈。好，来各位贵宾，你们在看鸟巢的时候，嘴巴都张开开的。现在甜甜看你们的嘴巴有没有咸咸的。左边小心，有人做别的。好，来看到没，水道的尽头有个水闸门，左边有一个咖啡色的底部白色的字，写着离京级。这个离京级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海关，又像我们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早期我们的船只如果来到这边的时候，海关呢就会上到船只上面来看，看你船上所在的货物价值有多少，就给你扣了多少的税金。扣完这些税金，就拿来整修这一条直华港西。这条直华港西已经有180几年的历史了，北通到七股的国赛港。南就通到我们台南市的海岸路哈，这条直华港西总长有13.2公里。这条直华港西的水呢，
台湾海峡流进来的。左边小心，右边的贵宾也小心。好来要派整条隧道的赶快，我们船长又停在这边，要让各位贵宾站起来拍整条隧道，要拍的赶快哈。来看到我们的左手边有看到这个四杠比较大比较灰白色的海茄冬，我们看到海茄冬的根部都有一根一根好像直筷子插在土壤里面，这个就是海茄冬的棒状呼吸根。看到我们的右手边这个四杠比较细比较黑一点的第四种的红士林植物叫做蓝梨，蓝梨它的叶子最小的，饲量蛮少的，蓝梨它的开花期呢是在每年五月份到七月份开了小白色的花。